沈玉琳遭恶整，扬言退出演艺圈。玉琳拍拍拍，关心的接了过去。泰山得罪了玉琳拍，张嘴喝柳橙汁。我这个是旅程的 Turbo 版，你看到你会不会有留下一把同情泪？对，你会劝我还是回去做节目好了？晚间8点 Power Sunday 综艺百分百。